桃李芬芳歌盛世，汉末流霞颂和谐。上海教科实验中学隶属于协和教育集团，从1998年至今，学校已经走过20余载。学校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秉承融合中西和谐发展的办学理念，坚持育人为本，融合中西文化及教育精粹，发扬中国优秀传统，学习借鉴西方优势，博采众长，实现优势互补，确立了人文博雅艺术特长、文化融合科学加强的办学特色，尊重差异，提供选择，开发潜能，多元发展，致力于培养具有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道德人格健全、个性特长鲜明、学科基础扎实、有创新精神、有人际交往及中英文双语能力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学校注重对学生的个性培养，构建了艺术特色课程群，通过分层次的必修和选修课的学习，做到学生人人会乐器，人人善版画。在全校师生多年努力下，学校艺术社团活动有声有色，成绩显著。非常荣幸我们 JK 管乐团能够参与这一次我和我的祖国的管乐专场音乐会。我们致力于让每一位学生在社团中能够掌握1到2门乐器，在同学们的学习生活中开启另一扇的艺术实践之门。管乐团的任务其实是相对比较紧凑的，一边学习一边练习。我参加管乐团已经2年多了，这让我更加有时间观念，更好地锻炼自己。2018学年，学校管乐团参加第13届国际青少年艺术节，获得金奖。闵行区艺术单项比赛获得多个金奖，舞蹈团参加闵行区集体舞舞蹈比赛获2等奖。在2019年国际航空少年儿童绘画比赛中，胡新月同学作品《飞行梦想》获 C 组全国特等奖，代表中国赛区赴瑞士参赛。教科激发了我对绘画的兴趣，在美术课上，老师鼓励我们自由地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经过2年的学习，我获得了国际少年航空绘画全国特等奖。在 BC 课程中学习到的艺术和体制内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在 BC 课程中学习到的艺术更多是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造能力。I like to unlock their creativity, and they're very, very creative. Once they'r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use their imagination, they get very excited and they make wonderful work. 人的利益高于一切。值此国庆之际，全校师生以多种方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瞧，少先队队员们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致以少先队最崇高的敬礼。管乐队成立3周年之际，特举办了《我和我的祖国》专场音乐会。桃李芬芳歌盛世，汉末流霞颂和谐。今天在这里，我们可以以心喊道，孩子们对每个族群、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的感受和对祖国的挚爱真情。管乐队倾情演奏了《我和我的祖国》《我的中国心》《龙的传人》《东方之珠》等脍炙人口的歌曲。BC 课程包含了加拿大 BC 省的高中课程，还包括历史、地理、语文和政治等中方课程，形成了一个中西合璧的课程体系。我们 EMW 课程不仅有非常丰富的融合课程，还有非常多的关于中国文化底蕴的课程。我觉得身为一个中国学生，我们是需要知道这些的。书法社团师生展出了近100幅作品，书法作品异彩纷呈，格调高雅，浓墨重彩相得益彰。师生们用深情的笔触、灵动的墨迹，再现了古今诗文的艺术审美境界。我们的教师以主题教学的形式，让同学们了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是如何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的外籍教师也积极加入到此项活动，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向国旗敬礼，为祖国喝彩，为教科加油。